港服 PSN 8月份的二档游戏入库了。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已经可以下载了。今天是2023年的8月15号。这个月索尼没让我们失望，由《审判之誓》《泯灭的记忆》，现在《审判》系列的两部游戏都已经入了二档库，还有一个就是《主题医院》，不对，是《双点医院》，《主题医院》的精神续作。我之前在 PC 上玩过，不知道用手柄感觉如何。剩下的都是一些4399的游戏，这是什么？画面是这样的，这好像是叫《咒语力量三》，这几个游戏都有中文。画面是这样的，这个还支持 PS5，画面是这样的，还有一个《命运二》《邪机魅影》。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就已经可以下载了。我比较看重这个《泯灭的记忆》和《双点医院》这两款游戏，你们有没有被刺呢？